said you love me, even if it's fake. 欸，你们有些人是假的，在那边复制贴上，还好我有后台记录可以看。那个什么，音乐赠予，轻松小雨他妈在那边装逼复制贴上。欸，有欸，那个轻松小雨有欸。但我怎么看了一下后台就已经有80下、90下、100下。哇，我还要再做100下吗？80下、100下、120下、140下、160下、180下、200下、220。哇哦，所以我现在还差160下。220减40，我还差160下。哇哦，哇哦，哎 ，MOD 帮我停一下那个伏地挺身，帮我停一下，我还差160下。哇哦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其实这把对面已经输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们的中野是 AP 伤害，然后我选了卡萨丁，就。我脸上已经贴着两个字，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字吗？无敌，无敌。你看他跑上来跟我换血，然后他妈自己的被动还被打出来了，你说干不干干？天哪，他要被我单杀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六级靠腰。我怎么 A 到塔了？3、2、1，砍掉他一颗头，受不了，马上拿三颗回来。样一追三，经典的 BO5 对决。曾经我打比赛，没有被试过样一追三，因为我们都是被3-0。哎，我们这把来点特别的好不好？出这个海克斯科技枪，有用吗？好像可以耶，试试看吧。因为我们刚好第一趟回家就这个钱，没有那些什么刷零的观众们，我等一下保证让你们目瞪口呆，你们等一下一定会跪在电脑面前，哇，是神啊，干 ，GLP800卡萨丁好有想法啊，主播，你是神吧？行不？等一下保证要你们这样做。我那个手如果下，他都死了。哦，我死！到底怎么，嘉文？哇，嘉文，你在干啥了？嘉文 ，EQ 上来闪现下去，到底是丢搞哦？你们真的觉得 GLP 800不强吗？爬过去就是一顿的痛打，按在地上摩擦的那一种。我来了，亲爱的 GLP 800。哎哎，干，有人送头，有人送头，有人送头。皮卡丘下来开店，我靠背这个夹子 ，Oh my god！ 啊，啊怎么是嘉文死啊？天哪！你妈的，放两个夹子都夹不到人，我操！给你个赞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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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次不够来两次，分享一次不够分享五次。细节。这个麒麟他妈的想要我杀他，我就偏不杀。我感觉卡萨丁出这个 GLP 800好像还行吧，好像还行吧，没有到太烂呐、啊，对吧？你们应该也有感觉吧，应该还行吧。感谢您订阅新燕的台主，一年了，花轮新年快乐抱枕开始寄了吗？我在等我的 MOD 给我那个资料啊，他还没收集好，可能这几天会弄好吧。我不会欠你们东西好吗？从来只有你们欠我，说你们都一堆人说什么要订阅我什么的，结果我的订阅人数还只有400多。一堆人说什么
我送他订阅，他就是续订我。到现在呢，零了，没有人续订我。妈的，一堆骗子，骗我钱。OK， 卡萨丁侧面插入。哇，这个冰棒有没有看到嘛？这个威力一射出来，对面都直接绕跑了。怎么普攻又没砍下去啊？操嘞！哎，放夹子，放夹子，这夹不到，直接检举他。OK。哎，我来。他会回去吗？不会。哎，回去，靠腰嘞。哇，怎么这么痛？我操！哎、欸，我卡沙丁哎、欸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卡沙丁哎、欸，他把我秒了是几个意思？我操嘞！要不要吃巴龙啊，兄弟们？你们对巴龙有想法吗？他是裸体的，在那边立在那边给我们吃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不是我们吃巴龙，然后让对面来打团战，然后我们就靠打会战赢游戏。感谢你订阅十月的台柱，爱你哟！快发了，哦！我打不赢，快走！撤退，撤退！哇哦，什么东西？哎，怎么突然就在长这样？有人在雷是不是？都是哪个畜生说要开巴龙的？好扯哦！开你妹啊开！开你妹啊开！这什么？这勒布朗是什么？他不是被我打爆的吗？怎么这么痛啊？他妈，难道传说中的狗脚就是勒布朗？凯伦没闪了。嘉文四四，你要去世了吗？咋说啊？这个难受啊？咋说啊？怎么每一波都是嘉文先倒地啊？他还挺敢盖下去的，人家有吉林，你也敢盖？你疯了吧，兄弟？哎呦，这把有挑战哦，要靠打团赢游戏哦。我能不能从这个逆风当中打团 carry 我的猪队友呢？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。哦呦，哇！我操，这都能射到人了。其实我们再拖个五分钟，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卡萨丁16级，对面就没了，真的没了。你打、啊、兄弟在干嘛？拜拜！天哪，还能被抢的 ？Oh my god！ 加本是不是在错啊？干，整场不 gank 就算了，连吃龙都要被抢。我们吃的这条龙不都有那个远古巨龙要出来射人吗？天哪，受不了！没事没事，打团打团，我们能赢。carry carry， 我 carry， 冰棒棒。有哦，有哦，奇奇的极大的作用，把那个对面逼退了。紧张的时刻又到了，我没技能，我不敢踩上去。不都赢了吗？打个团战不都赢了吗？那你还拖什么？十分钟前能结束的东西，为什么要拖到十分钟后啊？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又开了一把，哦，好烦哦！怎么可以这么强啊，国华？